好，我们现在要做冰滴，也是同样利用刚刚我们用手冲的方式的，手冲冰滴煮这个架子来做冰滴。那这一组里面它就会有附这个管子，哦，然后里面呢也会附这三颗细胶，跟这一个玻璃杯。那我们把这三颗细胶呢，把它插进来，形成一个三角点。放好，那我们这边还额外准备了冰滴要用的冰块大约200公克，然后这里面呢也放了少许的水，大概100公克，也是都是冷的。好，这是冷开水，就是可以用使用矿泉水也可以。那这些是冰块，那我们现在把刚用磨好的咖啡豆把它放到里面来。那一样把它拍平。好，那因为冰滴它的冰滴，所谓冰滴就是它的就一滴一滴这样子在滴，所以我必须在做冰滴之前先用这个冷矿泉水先把它均匀的先让它淋湿，咖啡豆粉先淋湿一滴一滴一滴小滴状把它淋湿就可以把它放到架子里面来。好，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这个塑胶管子慢慢的把它放进这个架子里面，好，卡进来。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玻璃盖子打开，移过来之后呢，我们先把冰块慢慢的放进来，然后这大约是200公克的冰块倒进来之后呢，我们再把刚刚剩下的水全部都倒进来。OK， 好。好。那我们先调整好我们的滴的大小。然后再盖上来。好，那就让它这样子滴2个小时之后就会是一杯冰滴咖啡了。那这盖子呢跟这个管子就完全可以阻绝外面的任何灰尘，好，所以在这2个小时之内完全就不会有任何的灰尘跑进去。现在过2个小时了，我们已经看到这个冰滴呢已经滴完了差不多杯子的8分满。那我们现在就把这一些冰滴的器具分别把它拿出来，然后放在原来的管子上面，然后呢这个管子也让它从中间跟刚才一样把它拿出来。我们将整个冰滴完成的咖啡跟滤杯一起拿出来，现在原来的三颗
再把它拔下来放回来。一杯自己冰滴的咖啡就完成咯，我们现在喝看看。跟手冲热咖啡真的很不一样哦，我闻到果香味，味道也很丰富。好多味道，棒哦，可以在自己家里冰滴哦。简单的冰滴手冲咖啡酱。